你看，正双袖三顾。咦？喂，就是这里。贵！老板，是不是情势反目啊？你会做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会做。哎，老板，还认得我们啊？你们两个怎么会不认得啊？咦，原来是顺呢、啊。喂，那不是更好说话了，对吧？不过这样啊，你们三个都不是师傅，散工价800块一天有没有问题？买的问题。前事不记，明天去这个地址开工，明天见。谢谢老板，明天早上见，拜拜。喂，陈先生。是啊，我找到人明天去你那儿开工了。放心吧，你那儿没什么，很快就做好了。是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听说历城苑那边有些黑社会在那抢地盘，弄得师傅都不敢去开工，你叫他们上去怕不怕呀？听说而已嘛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现在找些散工上去试一下，不行算他们倒霉，难得有钱不赚的。喂，你看，正双袖三顾。咦？喂，就是这里。贵！老板，是不是情势反目啊？你会做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会做。老板，还认得我们啊？你们两个怎么会不认得啊？咦，原来是顺呢、啊。喂，那不是更好说话了，对吧？不过这样啊，你们三个都不是师傅，散工价800块一天有没有问题？买的问题。前事不记，明天去这个地址开工，明天见。谢谢老板，明天早上见，拜拜。喂，陈先生。是啊，我找到人明天去你那儿开工了。放心吧，你那儿没什么，很快就做好了。是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听说历城苑那边有些黑社会在那抢地盘，弄得师傅都不敢去开工，你叫他们上去怕不怕呀？听说而已嘛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现在找些散工上去试一下，不行算他们倒霉，难得有钱不赚的。喂，你看，正双袖三顾。咦？喂，就是这里。贵！老板，是不是情势反目啊？你会做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会做。老板，还认得我们啊？你们两个怎么会不认得啊？咦，原来是顺呢、啊。喂，那不是更好说话了，对吧？不过这样啊，你们三个都不是师傅，散工价800块一天有没有问题？买的问题。前事不记，明天去这个地址开工，明天见。谢谢老板，明天早上见，拜拜。喂，陈先生。是啊，我找到人明天去你那儿开工了。放心吧，你那儿没什么，很快就做好了。是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听说历城苑那边有些黑社会在那抢地盘，弄得师傅都不敢去开工，你叫他们上去怕不怕呀？听说而已嘛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现在找些散工上去试一下，不行算他们倒霉，难得有钱不赚的。喂，你看，正双袖三顾。咦？喂，就是这里。贵！老板，是不是情势反目啊？你会做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会做。老板，还认得我们啊？你们两个怎么会不认得啊？咦，原来是顺呢、啊。喂，那不是更好说话了，对吧？不过这样啊，你们三个都不是师傅，散工价800块一天有没有问题？买的问题。前事不记，明天去这个地址开工，明天见。
谢谢老板，明天早上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陈先生。是啊，我找到人明天去你那儿开工了。放心吧，你那儿没什么，很快就做好了。是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听说历城苑那边有些黑社会在那抢地盘，弄得师傅都不敢去开工。你叫他们上学，怕不怕呀？听说而已嘛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现在找些散工上去试一下，不行算他们倒霉，难得有钱不赚的。嗯。喂，你看，正装修散工。咦？喂，就是这里。喂！老板，是不是请散工啊？你会做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会做。哎，老板，还认得我们啊？你们两个怎么会不认得啊？咦，原来是顺呢。喂，那不是更好说话了，对吧？不过这样啊，你们三个都不是师傅，散工价800块一天有没有问题？买的问题。前事不记，明天去这个地址开工，明天见。谢谢老板，明天早上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陈先生。是啊，我找到人明天去你那儿开工了。放心吧，你那儿没什么，很快就做好了。是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听说历城苑那边有些黑社会在那抢地盘，弄得师傅都不敢去开工。你叫他们上学，怕不怕呀？听说而已嘛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现在找些散工上去试一下，不行算他们倒霉，难得有钱不赚的。嗯。喂，你看，正装修散工。咦？喂，就是这里。喂！老板，是不是请散工啊？你会做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会做。哎，老板，还认得我们啊？你们两个怎么会不认得啊？咦，原来是顺呢。喂，那不是更好说话了，对吧？不过这样啊，你们三个都不是师傅，散工价800块一天有没有问题？买的问题。前事不记，明天去这个地址开工，明天见。谢谢老板，明天早上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陈先生。是啊，我找到人明天去你那儿开工了。放心吧，你那儿没什么，很快就做好了。是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听说历城苑那边有些黑社会在那抢地盘，弄得师傅都不敢去开工。你叫他们上学，怕不怕呀？听说而已嘛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现在找些散工上去试一下，不行算他们倒霉，难得有钱不赚的。嗯。喂，你看，正装修散工。咦？喂，就是这里。喂！老板，是不是请散工啊？你会做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会做。哎，老板，还认得我们啊？你们两个怎么会不认得啊？咦，原来是顺呢。喂，那不是更好说话了，对吧？不过这样啊，你们三个都不是师傅，散工价800块一天有没有问题？买的问题。前事不记，明天去这个地址开工，明天见。谢谢老板，明天早上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陈先生。是啊，我找到人明天去你那儿开工了。放心吧，你那儿没什么，很快就做好了。是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听说历城苑那边有些黑社会在那抢地盘，弄得师傅都不敢去开工。你叫他们上学，怕不怕呀？听说而已嘛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现在找些散工上去试一下，不行算他们倒霉，难得有钱不赚的。嗯。
秀三公。咦，喂，就是这里。喂，老板，是不是秦三公啊？你会做什么呀？我们什么都会做。哎，老板，还认得我们啊？你们两个怎么会不认得啊？咦，原来是顺呢。喂，那不是更好说话了，对吧？不过这样啊，你们三个都不是师傅，散工价800块一天有没有问题？没的问题。前事不记，明天去这个地址开工，明天见。谢谢老板，明天早上见，拜拜。喂，陈先生。是啊，我找到人明天去你那儿开工了。放心吧，你那儿没什么，很快就做好了。是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听说历城苑那边有些黑社会在那抢地盘，弄得师傅都不敢去开工。你叫他们上去，怕不怕呀？听说而已嘛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现在找些散工上去试一下，不行算他们倒霉，难得有钱不赚的。